Hello， 秘密来喽！在我们训练前，我们来看一下东北角美丽的夕阳吧。今天要锻炼的地方是臀部。臀部的训练不只可以改善上班族久坐腰酸背痛的问题，还可以达到保护我们腰部的作用。还有想要有蜜桃臀的朋友，赶快来跟我们一起运动吧！第一个动作是深蹲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我们的屁股要往后坐，膝盖不超过脚趾尖，手在前方平举，要觉得屁股很酸，膝盖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哦。再来，再来，还有20秒。想要夏天拥有蜜桃臀，或者是去海边穿比基尼有美丽的翘臀，就可以这个影片看个10次。加油，加油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。来到第二个动作，后踩弓步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 ，Go， 加油！两脚要交换，记住前脚的膝盖要保持固定，脚底板踩住地板，保持90度，后脚膝盖找向地板，手在耳朵控制，身体不往前哦，核心保持内收，加油，加油！保持呼吸，还有10秒，最后10秒了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耶！我们来到第三个动作，请你帮我跪在地板上，跪姿右旁抬腿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记住哦，我们的脚是保持90度。双手按住地板，胸口不往下塌，抬到90度的位置。你的大腿跟小腿要保持90度哦。再来，再来，屁股问酸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加油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可以的人加快速度。最后了，加油，5秒，五、四。三、二、一，很好。我们来到第四个动作，就是左边的跪姿，左旁抬腿。三、二、一 ，OK，Go！ 记住哦，肚子收起来，胸口不往下塌，膝盖保持固定在90度的位置，上、下、上、下，再来一。二下屁股会很酸哦，加油，上下上下，呼吸，很好很好。我知道现在一定屁股超级有感觉，但是我们就是要练屁股，对不对？大家加油，一二一二三二一，很好。我们来到第五个动作，我们要换抬后脚，跪姿右抬后腿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膝盖跟大腿呈现90度，再把我们的脚底板回勾，最后膝盖是朝向天花板，我们的脚底板都持续朝向天花板做上下上下，加油，一。二一二，然后记住我们的肚子不往下塌，核心微微的内收，去感觉我们屁股的肌肉现在在燃烧，加油！还有5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耶，非常好！来到第六个动作，加油加油！左抬后腿，三、二。一，加油！左边屁股会更酸哦，因为我们刚刚右边已经使用过我们臀大肌的肌肉了。我们现在换左脚，又会继续使用，所以左脚会更辛苦。大家加油！
记住脚底板朝向天花板，膝盖不打开。对了对了，很好，再往上走，再往上走，已经过一半了，上下加油，上下，我知道很酸了，上下加油，上下，最后了，加油，五四三二一，很好，辛苦了。来到第七个动作，帮我躺下来，我们要做桥式的左右脚抬腿，三二一 ，Go！ 屁股不可以往下掉哦，屁股持续内夹，没错没错，很好。我们在交换脚的时候，屁股内夹往天花板上走，膝盖左右交换，抬腿一下来，二下来，一，有人屁股掉下来喽，屁股不掉下来，加油，一下来，我们最后。最后十秒了，大家加油！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棒，很棒！我们来到第八个动作，踩脚踏车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一脚直，一脚弯，很好。记住，另外一只脚一定要伸直，就像踩脚踏车一样，脚要伸直。可以的人给我一点点脚尖，然后速度快点，速度，速度在哪里？我们快要结束了，速度给我，还有二十秒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加油，加油，肚子内收，加油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。最后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超棒的！我们来到第九个动作，提臀。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加油！两脚并拢往天花板上走，记住不往头的方向，记住是往天花板。屁股夹起来往上抬，对了，离开地板一点点也可以，双手在身体两侧按好地板，对了，屁股要内夹往天花板上走，加油，一半了，上，加油，上，加油，十秒了，加油，加油，最后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动作了，俯卧游泳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最后一个动作了，手脚伸直，很好，屁股夹起来，然后脚要上下打水，像游泳一样，再抬高，再抬高，身体不往下掉，脚要左右交换脚，膝盖保持伸直，不弯脚，不踢屁股。膝盖是保持伸直的，大腿离开地板一半了，加油！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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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们最后一个动作要坚持完，可以的，大家最后五秒钟，加油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超棒的！恭喜我们一起完成了十个臀部的训练。如果你想有翘臀或是让屁股更结实，可以多看我这个影片哦。要累不能只有我们累，把这个影片传给你现在脑袋里浮现的那个人，不管是你的闺蜜，还是你的妈妈，还是你的好朋友，把这影片传给他，叫他跟着我们一起运动。我是秘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